谁？我。嗯，哪一个是你？这个。是哦，那你画爷爷好不好？好。那你画给他看。滴答滴滴答答，咕咕咕咕，然后咕叫。是哦。然后咕叫下去。就叫下去哦。哇，你画这个人真的是很棒，很特别呢，像一只猪哎。好，你可以开始画爷爷了。好，爷爷跟我牵牵手吧。好啊。哇，滴滴答答嘛啊！赶快，赶快画。我先跟爷爷哥哥哥哥哥哇，这个一代是得贵得贵。嗯，好，快点，爷爷呢？因为我大大有画我跟弟弟的衣服。衣服。爸爸没有狗画我狗混的。嗯、哦，会忍。我跟爷爷天天都特别有福，我爸爸他。哇，弟弟画的是什么啊？他画的是，我也不知道。他说好冷。他一般是画下雪一样耶。那天有特别问你说。是不是学生吧？来继续哦。哇，爷爷好苦哦。爷爷好丑、哦。那你继续画。没关系啦。爷爷不会啦。那个嘴巴，不过有嘴巴耶。你在这边。嗯，那爷爷嘴巴呢？我快画喽。嘴巴在这边耶。嗯。嘴巴只是在这边。我忘记画裤子。裤子，那你帮爷画裤子。嗯，我画我个耶。你的裤子哦。嗯。哦，好。还是这边，这边个裤子吧。好。哦，你的裤子在那边。弟弟，嘿，圈圈。圆圈圈。哇，爷的鼻子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嗯。爷爷的鼻子那么下面，眼睛那么上面。对啊。嗯。好，继续。可是爷爷把那个下的我很气回一样。哦。那个是气回一样。咕咕咕咕。咕咕咕。你画好像在讲故事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好。那、啊、我喜欢录啊，对不对？快点。我他。画头发，画头发不用画太多，没关系哦。没关系啊，那么多头发，画。这样吧。好。这样爷爷应该会生气吧？不会。你画太多了，爷爷会说这张画他把它裱框起来。然后你跟爷爷讲。好。还要跟奶奶讲。好的，你赶快把爷爷画完去画奶奶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你刚刚自己说那是衣服啊，你忘了？这个。对啊，你说那是你的衣服啊。哦，这个是裤裤。对，所以爷爷的裤衣服。嗯。裤子。裤子。脚。爷爷的脚。在哪个脚？嗯，哇！爷爷完成嘞，爷爷签合合。奶奶，奶奶，好，赶快哦！我们一家人一起牵牵手。一家人一起牵牵手，好，那赶快。哇，弟弟隔壁换掉。弟弟是个艺术家，对不对？弟弟，我帮你修。嗯，修好了。好，换奶奶。换奶奶，跟爷爷牵牵手。奶奶跟爷爷牵了。嗯。哦，好。可是他们那个是好朋友。他们好朋友，爷跟奶奶是好朋友。乖啊。嗯。可是那个奶奶长得像公主一样。奶奶像公主。你奶是你什么公主？爷爷公主。爷爷公主。爷爷公主不漂亮。哦。还有，她是男生啦。哦，爷是男生，所以爷不是公主。嗯。你说塔夫达。嗯。好，那你赶快把奶奶画出来吧。佩佩爷爷，佩佩爷爷，哇，奶奶画个不丑哦。奶奶画不丑哦。对，只有爷爷，只有爷爷丑。
好笑。也好好笑。哇。啊。你鼻子油，油。哥哥，哥哥。哇，你画的好漂亮哦！这是什么？毕卡索的画哎，真的是让人看不懂，好惊艳呢、啊。一扎戏。过马路，过马路，哎哎哎，你赶快继续画你的，快点来，奶奶怎么变猪鼻子啊？咦，这个是我们的鼻子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尾巴。奶奶的嘴巴。然后，衣服。衣服啊，没错啊。大个边吗？嗯。那个是什么？你做裤子啊？衣服裤子？衣服裤子。裤子只要一个。嗯。脚。奶奶的脚。脚。哇。奶奶没有头发。哦。接下来。爷爷，你给爷爷头发，不给奶奶头发。超级无敌多，那就画黑黑的、啊，就黑黑，超级无敌多。艾比要画五个，个，哎，我画你第几个？艾比，滚，好，没有，他没有画。好，弟弟不要这样玩，给哥哥画。我哥哥，好，我哥哥，大画哦，画谁？画谁？大富。